啊，这样我就开始拌米了。嗯，米了就啊，就简单。吞了一半，少少的落。一点点。嘿，因为那那那个一倒，嗯，来因，甲咱啊，因水老。嗯，因水老了就什么？水老本来那因一落。嗯，因门牌有只只多，稍微有只只咸。嗯哼哼。你你个调老了。啊，这个糖只是为了去。 石板豆腐里头的那个水生味儿，对吧？还有一点点涩味。它这个人拌汤，拌吞落哈，既然拌吞落，就应该少拌一点。这个会不会破坏它的颜色呀？别，少酱。啊，一点点。因为次要熬起过。用生抽哈。嗯。少酱，少酱要么味这个，这因为那个这个这个眼眼的变黄了。都来火哈哈。那不像是。 蟹黄的颜色，那不臭臭的都散了。但我原先以为这个蟹黄豆腐，它那个蟹黄应该是生的，而不是煮熟的下去的。不，这我是熟的。不煮的，等它调味下去。那这过年好啊，还好啊。哎，不多。比较爱盘的，不煮了盘的比较爱盘。一般那那家人在那那吃了吧。嗯。还不在那吃着。嗯。比较简单独立啊。嗯。那个我只有在那吃。 一般要煮起那最后来吃，因为因为米不流水吃。嗯嗯嗯，啊，你用最少啊，啊那那煎。哎呀，但是那个因最少，那那那最这个他那那那最爱吃的，这就叫。最当做最的板子的啦，啊，可以。我跟你讲，最后最难办。啊。最后来吃。一起的啦，我等我试试。对。嗯啊，试试下个米了。嗯啊嗯啊。啊，那春期啊，最不好嘞，啊那啊那家的你啊那煎。他吃个是。他就稍微腌板那么了啊。 这眼看那来办一定的哈，那因为去，那本地那个火啊，天气都是点个米，嗯嗯，那你倒来吃嘞？不倒，但是办这个酒，那个办个酒，那这最办个酒了，过过得开呗，嗯，过开呗了，要么倒。 两个泡呗，泡呗哈。因为那里个，那里水了。嗯。那水了话一泡。平常用的那个石膏豆腐是不一样的。嗯。小一来都不会得噻。嗯，小话的那句叫无解。那那那一来都不会得噻，一边泡嘛。但你这种养老大哦，营养价值还高。不低哦，一个泡呗。那那比如拿一餐的低。好。就是讲，跟那讲炖豆，炖豆，那炖炖个泡呗。嗯。但那酒量成功，你准备了。啊，来三个女哈。这不是来因成功女。哎，这还种。 跳竿高高溜溜，还做溜溜，还做都能成个。不多。提个走，你。那个那等起就会去做八宝了。嗯。是顶弄，是不？顶弄啊，不要那，不要那那这高脚高。头高淡薄，一两铺的些。嗯。那那这那那，阿莫看高了，给接了，一拍马要马给一个正正定定高马到马肚旁边。不到。哎呀。 你做这里小五道，那爱来做嘞呢？这花口感还好。好，这道还来摸苦苦这个。嘿呀，好，咱们到咱那苦，这边是有人在。摸苦来一个摸的比嘞。嘿呀，嗯，苦到苦给泡呗。大家下哈。今年哈，这道开始泡呗，都快。嗯。这道天台弄完了。嗯。大看看得开哩。 这里的糕点了了，好，这里起锅要了了。好，这里起锅拌了。你看咱们平常外边吃到的什么夫妻肺片啊、狮子头啊，里头既没有夫妻也没有狮子，老婆饼里头也没有老婆。我们这个蟹黄豆腐是实打实的，是有蟹黄和蟹肉的。不多。嗯。啊，不有那些宅男。这道看肯定够了了哈。好。肯定够了，这个看难搞点谁？嗯。苦苦木搞。 那倒，这个有的在煎米了，啊，那在飘了，嗯，爱吃就吃，嗯，这款这米个飘很多，一般都来在煎米，不多，啊，那地方大猪肉要嗯飘那料了，啊那香点啊那，那早起，哎，这看高了很不错，早起拿起肉一般都在煎米，嗯，一点来煮，这看高了，来奔少里哈。 难得个茶几了，哎，比较也比较，比较也高高。嗯。但最后，葱油拌淡薄。好。葱油那拌很油。嗯。很油，我们。
香的味道都给掩盖了。嗯，含奇奇果那味道都不用。不的。那个我尝到一点。但是这半单不落。嗯。老姐就老说明。嗯。这会开你的贵了。嗯，会的贵。啊。好。但那现在因为那边因调严了哈。嗯。因就拍掉进那个窝里面，得清淡不？嗯。中国也有讲究哈，因为这西黄豆腐你得用勺子吃啊，你不好用筷子夹，对不对？我们哥仔就讲，都得一定考虑到嫩芽的角度。但换做讲，都能嫩芽。嗯。就到不，这就是理财不啥。先拿二号本先。都起码来讲，你应对的，应对人家要，寒冬是好要。不管做什么，要学会设身处地的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，就能把他服务得更周到。对的。仅仅靠仔月。好好过，你哋刚刚对仔嘅培养都嫩啊，角度得晒。嗯，晒啊，那个晒啊，我不见两个晒了体会这个，我讲讲不来做。挂住那个吹嘛。但他起过多大份啊？浪。啊，但是这个。哇，好像好好吃的样子。那试试呢？嗯。啊，但是掺冒几只鸡肉。好。啊，这个再加一点。点缀一下。好的，这样的一份蟹黄豆腐啊，看起来简单，但是又非常的营养，并且口感相当的好啊。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您一定也会非常的喜欢。好的，本期有醋就到这里，朋友们再见。